Hispa 接人前往法国参加电影节，在机场路上优雅又有个性的模样，真的让人好爱。而没想到当女孩们抵达法国时， Winter 从帅酷姐姐的模样变成了可爱的包子，真让人被她疯狂的外貌给深深吸引了呢。Aespa 真的外貌实力全兼具，这么优秀的女孩有谁能够不爱呢？Thank you.